兵之，我是德塔万，艾克兰姆不在目标监视台。德塔万，兵之人说道，继续搜索艾克兰姆，检查建筑物内是否有暗道。撤。Fabric One， 我是兵之人，请求鹰眼调用天鹰三号，协助 Delta One 追寻艾克兰姆踪迹。完毕。 Fabric One， 收到。队长。 出口已被叛军封锁，怎么办？去看看。能不走吗？队长，没问题。阿林，到。赵云，到。护送所有人质到值班登机点，首要任务。 队长，别动！别动！ 引爆器，求求你，求求我，我不能死，求求你们！各组主任，我是兵之人，已经发现人质封眼器，被恐怖分子绑赴成人偶炸弹。目测，拆除该爆炸装置有难度，我命令，Alpha全组成员立刻追击艾克拉姆，解救最后一名人质，猎群将。其他小组达成任务之后。 立刻支援Alpha小组，兵之人来负责拆除炸弹。本次行动由Echo One接替我来指挥，各小组听到以后立刻回答。队长。
我留下来帮你。你走。队长，走啊！走！你们别走啊！救我！救我！别喊，有我在。就你一人，行吗？快点，我不想死，你懂吗？有人懂，让自己脑子里面尽量想点别的。你可真有意思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还想别的？我想什么呀？你就想，如果你要死了的话，你挣的那些钱就没办法花了。要说，咱们中国军人啊，最讲究，像你们这样当领导的，都把危险留给自己。哎，你不会把我扔在这儿吧？兄弟，你要是把我救了，以后就不用干这苦差事了，明儿我这钱咱哥俩平分啊！别动！艾克拉姆这王八蛋把钱全抢走了，都是美金呀，那是我们公司的工程款。哎，你倒是快点儿，没时间了，快点儿啊！快快快快点！我拿着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，我。我数一二三，跟我一起剪断他。我不敢。如果你想要活着的话，你就得自己救自己一命，明白吗？一、二、三，非常好。左边第五根黄线，跟我一起来，听明白了吗？我配合，我配合，只要不死，我就配合。你喊吧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还亮着呢！你得救我，你得救我！放手！我不能把你放了，把你放了，你该把我扔在这儿了。我不走，他就最后一颗线，你不放手的话，我怎么捡？我，兄弟，你得救我，你一定得救我呀！没时间了，还剩八秒了，你快点啊，快，快点，快快呀！啊！四秒，三秒。救命恩人呐！
走！不不不，我的钱，走啊！你。撤退！干部。